郑雅今年有很有企图心啊，开给自己一个40%三分球命中率的目标。哎呀，这单节的第8次失误也是莫名其妙。好，今天林这个工程师被收获性的这种失误非常多，哦，都是自己传掉的。哇，看起来冠伦教练压力很大。今天桑尼在旁边一派轻松，太轻松了。